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历史上的中国》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秦始皇统一六国；二、唐太宗李世民创贞观之治；三、四大发明改变世界。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好的，让我们来谈谈那位一手打造了中国第一个帝国的男人——秦始皇。他的故事就像是一部古代版的《权力的游戏》。 只不过这里没有龙，有的是无数的兵马俑。秦始皇原名嬴政，是秦国的王，后来自封为始皇帝。他在位期间完成了对六国的统一，这六国包括齐、楚、燕、韩、赵、魏，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小王国和军队，就像是一群争宠的贵族，各自为政，互相争斗。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故事，可以说是一场壮观的战略和外交的棋局。他的首席顾问李斯和将军王翦是他的棋手。 而他们的对手就是其他六国的国王和将军。秦始皇就像是一位高手，精心布局，一步步将对手逼入绝境。其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秦国如何使用连横和合纵的策略。这两种策略就像是古代的分而治之和团结就是力量。当其他国家试图合纵，联合起来对抗秦国时，秦国就会使用连横策略，也就是在敌人之间挑拨离间，让他们互相猜疑，无法团结一致。 这种策略就像是在对手的后院点了一把火，让他们忙于灭火，没有时间来对付秦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他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标准化文字、度量衡、车轨宽度，这样全国的车都能在同一条路上跑，不会出现这是我的车道，那是你的车道的尴尬情况。还有修建了万里长城来抵御北方的胡人。这些改革就像是古代的系统升级，让整个国家运行的更加高效。当然，秦始皇也有他的怪癖。 他对不朽和长生不老有助异常的迷恋，派人四处寻找长生不老药，结果这些所谓的不老药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他还下令焚书坑儒，这在当时相当于删除历史记录和屏蔽不同意见，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极端的信息审查。秦始皇的统一之举，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影响了后世千。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唐太宗李世民创贞观之治。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唐太宗李世民，一位不仅在历史教科书中名列前茅，而且如果有古代皇帝选秀，他绝对能进入决赛的皇帝。李世民创立的贞观之治被后人誉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但这背后的故事可不仅仅是一帆风顺。首先，李世民的上位之路可谓是充满了戏剧性，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打败了自己的兄弟，夺取了皇位。这场政变比电视剧《权力的游戏》还要精彩，当然。 这也许不是最适合学校课堂上讲的故事。当李世民成为皇帝后，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野心而自满，反而展现出了卓越的治国理念。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减轻税负、鼓励农业发展、实行科举制度、整顿官僚体系等等。这些政策让唐朝的经济、文化和军事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贞观之治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李世民的用人哲学，他喜欢身边有一些直言敢谏的臣子，比如著名的魏征。 魏征就像是李世民的贴身提醒器，经常在皇帝耳边嘀咕，提醒他不要骄傲自满。有一次，李世民问魏征：“我与古代的圣王相比如何？”魏征回答：“陛下的功业固然伟大，但圣王不会问这种问题。”这种幽默和坦率的交流是贞观之治成功的关键之一。当然，贞观之治并不是没有阴影。李世民在位期间也有对内斗争和对外征战，但总的来说。 他的统治被视为是一个相对开明和进步的时期，为后来的盛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如果李世民有机会参加那个假想的古代皇帝选秀，他的才艺展示可能会包括改革政策速记、辩论技巧展示，以及如何在兄弟间的争斗中存活下来的生存技能。当然，这些都是开玩笑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李世民的治国才能和他创造的贞观之治确实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回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四大发明改变世界。好的，让我们来谈谈那些古老的中国发明，他们不仅改变了古代世界，甚至在今天的生活中仍然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这四大发明就像是古代中国的超级英雄小队，分别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这四位英雄不穿披风，不戴面具，却静悄悄的让世界变得不一样。首先，造纸术这位英雄的出现。 让人们不再需要在石头上刻字或者在龟甲上涂鸦。蔡伦在东汉时期对造纸术进行了改进，使得纸张变得更加经济实惠，也更容易大量生产。想想看，如果没有纸，我们的书籍、报纸、考试卷……哦，这个可能有些学生会希望没有发明都将不存在。这位英雄的贡献可以说是让知识传播成为可能，让文明得以记录和传承。接着是指南针，这位英雄让古代的航海者不再迷失方向。 在没有 GPS 和卫星导航的年代，指南针是航海家的最佳朋友。它基于地球磁场原理，让人们能够确定方向，进行远洋航行。可以说，没有指南针，哥伦布可能就会在大西洋上打转，找不到新大陆；而维京人可能会在寻找格陵兰岛的路上迷失。然后是火药，这位英雄的出现让战争的面貌彻底改变。最初是为了寻求长生不老药而意外发现的火药，最终成为了推动武器发展的关键。 从烟花到火箭，从手枪到大炮，火药的使用无处不在。虽然它带来了破坏，但也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和战术的革新。最后，我们不能忘记印刷术这位英雄，让知识的复制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毕竟，手抄本的时代效率低下，错误百出。当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后，书籍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文学、科学、哲学和宗教的著作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发展。 甚至可以说，没有印刷术，现代民主和教育体系也许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这四大发明就像是古代的创新复仇者联盟，他们各自以独特的方式。谢谢小六子的介绍，改变了世界。造纸术让知识传播成为可能，指南针让航海变得更加安全，火药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印刷术则让知识的复制变得更加容易。这些发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古代中国。 他们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我想问问你们，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对秦始皇的统一六国、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或者四大发明有什么想问的吗？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和问题吧。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